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种樱桃。这颗樱桃呢，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矮化跟拉扯之后，今年的那个樱桃结得满满的一颗，虽然说它只有六尺高这样子，但是呢，今年的果实真的挂得非常非常多，非常清甜，非常漂亮。这些果实你看好漂亮，这果实漂亮，整棵树是不是挂得满满的，虽然说不是很高，你看这些我都是矮化过拉过枝，之前之前有看过我的视频的就知道我的矮化拉枝那个视频，还有上肥那个，谢谢。满满的，满满一颗。我把镜头拉远一点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盛况非常非常厉害。对，对，满满的。这里更夸张，这里看，这一梭一梭的樱桃，非常非常厉害。这个非常的清甜爽口，非常清甜，非常好吃。下面还有我在后院的一颗，一共呢种了两颗，还有一颗在哪里，在这边，在这里。这颗呢就熟的比较晚一点，我现在把镜头拉过去那边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都是挂满满的，这颗比较熟的比较晚一点，这是大樱桃，是大樱桃的。看一下，这些好大颗，这些这颗就熟的比较晚一点，它开花比较晚一点，之前那颗的话就比较开花比较，这颗比较大颗，这颗是在那个Costco 买的，这个现在好大，挂满了果，现在你们全是果。